首歌的时间。究竟为什么今天九四爱运动的开场要唱这首歌呢？用这个我普通的歌声，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只要一首歌的时间就让你大爆汗。究竟我想要问一下，究竟到底是哪一个不怕死的教练又要来操练我？我是 Peggy， 就是我喽。你是怎么样？不怕下一次就没有你了吗？我是把这次当最后一次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今天的主题就是四分钟就会让你大爆汗。那我们今天四分钟的内容就是塔巴塔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塔巴塔重点是什么呢？它虽然很可以四分钟内就让你大爆汗，它可以练到肌力，可以练到心肺，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你的心跳率一定要达到 80% 的最大心跳率，这样才有效果。好，那今天其实塔巴塔有很蛮多组合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帮我们示范一下，你一次把它讲解完，我们等下音乐就来，就直接动了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今天会教给大家八个动作。我们第一个动作呢，先来到我们的小碎步的部分。那小碎步呢，我们会这样子，屁股微微的向后倾，背打直，然后有一点微蹲的感觉。接着我们就是小小步的，快速的，只有脚尖落地。对，就做这个小碎步的部分。越快越好。对，越快越好。第二个动作是做高抬膝的部分，我们等一下手会放在我们的肚子前面。我的天啊，这个是我最讨厌的动作，听到就累了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高抬膝，一样速度越快越好哦。第三个动作呢，我们会做我们的侧蹲。好，侧蹲呢，待会我们会这样子站在某一边，接着手放前面，往下侧蹲，蹬上来，再往下侧蹲。只有一边吗？对，因为二十秒之后我们会换另外一边。哦，好，了解。OK， 所以这就是三跟四的动作。对，没错。第五个动作我们会做开合跳，这个。哎呦喂。对，就是以前国小体育课会有的，那一样要加速哦，请大家要慢慢的跳，这样没有什么效果，记得要加速。第六个动作我们会在地上。好，对，待会呢会做一个登山跑的部分。是，首先先手掌撑在我们的肩膀正下方，脚往后点，来到棒式之后，膝盖往前收，连续用脚尖点地，每次都要脚尖点到最后再收回来。第七个动作一样是在地上。好，待会呢我们就会是手肘撑，膝盖跪地。好，棒式撑好之后呢，脚来到后面做开合跳。哦，棒式变化式，没错没错，让棒式也加入一点心肺的训练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是前后快速跳。好，等一下要跳。3, 2, 1, go。20秒。妈呀，没有做20秒。好，快了。好，休息10秒。3, 2, 1, go!
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，对不对，老师？没错没错，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，我们的心率有没有达到目标是很重要的。那每个人的心率目标其实都不太一样哦。那塔巴塔其实要到达的强度是 80% 的最大心跳。好，如果你真的就不知道怎么算，最快的方法就戴个手表。没错没错没错，算好一次之后，你以后看着你的心率表就可以知道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咯。是的，居家塔巴塔希望大家4分钟在家也可以迅速爆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托咯。那今天就拜拜。